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Upper Intermediate 的听众，欢迎收听 Chinese Pod， 我是 Jenny。Hey, I'm John。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一只很可爱的狗，电子狗。So this is an electronic dog。对，电子狗。OK， 那今天说的都是玩具是吗？不是，因为电子狗啊，它可能是代表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OK。一个是玩具，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下啊，我们说的还有一种电子狗到底是什么。 All right, let's do it. Girl, 我下班回来了，我呀给你买了个电子狗。啊，是索尼的玩具电子狗吗？老爸太好了，我一直想买的。不是玩具。哎呦，害我白高兴了一场。你不是买车了吗？爸一直想送个礼物给你。喏，这个电子狗很灵敏的，200米内的探头和测速仪都能察觉到。哪儿买的？小区门口，15块，很实惠的。你看，这明显就是骗钱的三无产品嘛，你花那个钱干嘛？我不是买了个 GPS 导航仪吗？里面自带电子狗功能。你那个是无线的？当然。有效距离有200米吗？我这个有效距离是3公里的。哦，那是语音提醒的吗？爸，您说的这些我都有，而且我这个是卫星定位的，屏幕一按，整个市区电子警察的位置都看得一清二楚。高科技的东西容易坏，这个就做替补吧。哦，妈买菜回来了。女儿啊，你看妈给你买了个好东西，你车子上可以用。是什么啊？喏，这个说是车用空气清新器，插在什么点烟器上用起来很方便的，我看到很多人买的。啊，这个怎么和老爸那个一模一样？妈，你在哪儿买的？小区门口呀，15块，便宜的。啊。哎，大家现在知道电子狗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吗？应该知道吧。反正跟车有关啊。那第一种我们先说一下吧。好，那第一种呢是玩具电子狗，那是索尼开发的对吧？索尼好像是这个电子狗做的最好最多的。 Yes, Sony, right? 对，索尼。那么第二种是什么样的电子狗呢？是车上用的电子狗，说白了就是 radar detector。 对，那这种电子狗反正在中国的，它的功能，它的这个 functions, features 很多很多，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啊。好，那今天这个对话是一个女孩对吧，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开车，然后她爸爸呢就很好心的给她买了一个电子狗。对，就是车商用的那种。对，可是她以为爸爸给她买的是那个玩具电子狗，所以是害我白高兴了一场。害我白高兴了一场。那么这个白高兴了就是 to get happy in vain。 对，就是你以为是可以很高兴的事情，但结果不是那样的，所以你就白高兴了一场。那为什么后面要加一场呢？其实这个一场就是一次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白什么什么了一场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搭配啊。OK。 那通常白什么什么的一场，我们都是说这种很 positive 然后很兴奋的 emotion， 但是最后是很失望。对，很失望是没用的。比如说我请了很多人来我的生日派对，但是没有人来，让我白激动了一场啊。 OK。 那前面有个害我，那这个就是害的我对吧？对，一样吗？一样，但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以说让我白高兴了一场
OK。可是用害呢，就是说你比较责怪，你比较抱怨那个人。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电子狗，它都有什么功能。那第一啊，电子狗是很灵敏的，对吧？或者说好的电子狗应该是很灵敏。那么灵敏 that's like sensitive, acute。对的，那常常我们是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反应啊，或者感觉。So we're talking about like human or animal perceptions as well as machines or what? 对，都可以。比如说狗，对吧？通常我们说狗的鼻子很灵敏。OK。那有的人鼻子也可以很灵敏。OK。反正就是这种感官，对吧？ Sensory perception。Perception, 对，就可以用灵敏这个词。但探头也可以是灵敏的吗？当然可以了，好的探头一定要很灵敏啊。那这个探头应该是 sensor? 对，反正探头就是能够感觉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通常会叫啊，会怎么样，会让你知道。但是探头呢，也包括摄像头。So like a video camera. 对，比如说在高速路上面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探头，如果你超速的话，它第一会知道你超速，第二会把你的这个车子拍下来。 OK, 所以这是一种探头是吧？对的，探头。那这个电子狗呢，它很灵敏，200米之内它会知道哪里有探头，哪里有测速仪。测速仪，那么这个测速就是 detect speed? 对的 device? 是的，那测就是检测，对吧？ detect, 速，速度，仪就是一个仪器，一个机器。 OK, 就像我们的 radar gun 什么的。啊，对，那这些东西呢，电子狗都可以察觉到，察觉到。那么这个察觉是 sense, 对吧？对，就是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感觉到。是机器 sense 还是人也可以察觉东西？都可以。比如说，我察觉到家门口有两个人，可能是小偷，不知道在那里干嘛。 Okay, so this could be like perceive that living things do, or it could be detect that machines do, 是吧？对，对的，察觉。那通常这个察觉都有一些就是 alert 这个意思在里面。Okay. 那好像这个电子狗非常好，但其实它很便宜，才15块钱，而且明显就是一个骗钱的三无产品。三无产品。So three 无。无就是没有，那有三个东西它没有是吗？对的，那这个概念呢，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概念啊，中国的说法，就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这个生产厂家的地址，三个重要的产品信息都没有，就叫三无产品。 OK, so no production date, no manufacturer nameAnd then no manufacturer address. 对，这种就是三无产品，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不要买这样的东西。All right, so totally unofficial underground.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三无产品的 GPS 导航仪，对吧？就是这个电子狗。那这个 GPS 导航仪，导航应该是 navigate? 对。那这里这个仪，我们刚刚有测速仪，那我们知道仪就是一个 device, 一个仪器。 OK, 那在中国我们一般不说 GPS 机是吗？对，我们通常说 GPS 导航仪。其实我在出租车上也说过什么 GPS, 然后他们总是说哦 GPS 导航仪。那看来导航仪这三个字很重要啊。对，好像他们喜欢这样说。对的，那不一样的导航仪它的有效距离也不一样，对吧？有效距离是吗？是的。So effective distance, in other words, range. 其实就是范围，好像英文你们比较喜欢用 range。对， range 经常是距离的意思。对，那在中文里面我们通常都说有效距离。然后呢，这个电子狗还有语音提醒，语音提醒。So that would be voice reminder? 对，那如果大家在中国坐过出租车，就会发现有些车子常常会有一个 automated 机器的女的声音说，注意前方有测速，注意前方有测速。
那这就是提醒是吧？对的，就是这个机器它察觉到前方会有这种测速仪和探头，它就会告诉你，会提醒你。那 GPS 导航仪它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可能会说左转，然后向前200米啊。 OK， 那今天对话里呢，爸爸买了一个三无产品的电子狗，然后女儿有一个比较高级的，里面还有卫星定位。卫星定位就是 GPS， satellite positioning 不是吗？对，这个还是说英文简单哦， GPS 卫星定位。那这个定位就是 positioning 对吧？对，所以比如在这个 marketing 方面，我们常常也会说市场定位对吧，一个产品的市场定位啊。OK， like a product's position in the market。 嗯，没错。那后来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词，叫做一清二楚。一清二楚，那这个是清楚的清，清楚的楚是吧？嗯，就是这两个字，一二三的一，一二三的二。对的。那其实一清二楚呢，说的就是非常非常清楚啊。OK， 嗯，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词，我想问一下，这个替补啊，替补。那通常呢，我们是体育，比如篮球啊、足球啊，除了有场上在打、在踢的队员，那下面还坐着替补，对吧？替补队员啊，万一有一个人可能受伤，对，那替补就要上去。OK， so it's a substitute。对。那我们对话里面啊，说的是这个女儿本身有一个比较高级的电子狗，她爸爸呢又给她买了一个，那爸爸就跟女儿说，万一你的坏了，那我买的这个就可以做替补。 OK， so be a substitute。 嗯，对。那今天这个女儿啊，除了收到一个电子狗，后来她妈妈回来了，也给她买了一个东西。他父母对他很好啊。嗯，但是都买的三无产品都很便宜。是不快。对，那妈妈给他买的是空气清新器。空气清新器， So air freshening device。 嗯，对，就是喷香水的那种是吗？嗯，对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可以让你的车或者你的厕所闻起来很香。但是好像也插电是吗？哎，有一些会插电哦。那在车上的这种就是可以插在点烟器那个地方。So the car electric lighter。 对，点烟器。诶，现在是不是好多车上都没有点烟器了？我不知道。嗯，因为抽烟不健康嘛。对，我也没有车啊。好吧。好，那我们在听对话之前呢，还有一个词，这个读音问题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就是完全一样是吗？对，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人家说一模一样，比如这个双胞胎 twins 长得一模一样。那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呢？字典上应该是模，可是生活中是模。很多人都说模是吗？嗯，对的。好，那我们再听一遍对话吧。 Alright，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女儿啊，我下班回来了。我呀，给你买了个电子狗。啊，是索尼的玩具电子狗吗？老爸太好了，我一直想买的。不是玩具。哎呦，害我白高兴了一场。你不是买车了吗？爸一直想送个礼物给你。喏，这个电子狗很灵敏的，200米内的探头和测速仪都能察觉到。哪儿买的？小区门口，15块，很实惠的。你看，这明显就是骗钱的三无产品嘛，你花那个钱干嘛？我不是买了个 GPS 导航仪吗？
里面自带电子狗功能。你那个是无线的？当然。有效距离有200米吗？我这个有效距离是3公里的。哦，那是语音提醒的吗？爸，您说的这些我都有，而且我这个是卫星定位的，屏幕一按，整个市区电子警察的位置都看得一清二楚。高科技的东西容易坏，这个就做替补吧。哦，妈买菜回来了。女儿啊，你看妈给你买了个好东西，你车子上可以用。是什么啊？喏，这个说是车用空气清新器，插在什么点烟器上用起来很方便的，我看到很多人买的。啊，这个怎么和老爸那个一模一样？妈，你在哪儿买的？小区门口呀，15块，便宜的。啊，在中国啊，现在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很多人呢都会买一个这种电子狗啊。你的朋友有是吗？对，然后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其实就不是拿它指路，更重要的就是让它告诉你哪里有探头，哪里有测速仪。你觉得有必要吗？有啊，因为中国的路上有很多很多探头和测速仪，有的时候你也不是开得特别快，但是可能它的 speed limit 那个限速很低，所以你不知道有的话你就很容易被罚款。但是作为美国人，我觉得在上海车实在太多了，所以你不可能开得很快啊，不是吗？但是不一样的时段，你晚一点啊，什么车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啊。对，也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吧。反正就叫电子狗是吧？对，难怪要叫电子狗，因为它能够汪汪汪叫提醒你前面有测速仪。OK。好，那对于这节课如果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非常欢迎大家到 ChinesePod.com。 Alright, we'll see you there. 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1328.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1328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1328.